老婆，回来了，你吃饭了没？吃了。那我去打麻将去了啊。去吧。好嘞。多打几圈啊，吃点回来。啊，好。吃点回来。哎，不对呀、啊，我每次出去打麻将，我媳妇死活拦着不让我出去，怎么今天这么痛快放我出来？这家伙心里不会有鬼吧？不行啊，我得回家看看。哎呦，果然让我猜中了。哎，你怎么又回来了？你先别问我为什么回来，我问你，你打扮得这么漂亮，你要干什么去？我最近认识了一个吹唢呐的大帅哥，我们聊得挺好的，今天我要跟他约会去。吹唢呐的？不，你骗谁呢你？叮叮叮，你赶紧去打你的麻将去啊。吹唢呐的？不是啊，这吹唢呐的有什么好的呀？那吹的时间长了，那腮帮子那就跟癞蛤蟆一样。怎么，你瞧不上吹唢呐的？我跟你说，百万乐器唢呐为王，不是升天就是拜堂。千年的琵琶，万年的咒，一把二胡拉一声，唢呐一响，全剧终。这都什么跟什么呀？这唢呐唢呐，曲一响，布一盖，亲戚朋友等上菜，走的走，抬的抬，后面跟着一片白。你瞎说什么呢？这怎么这么圣人啊你啊？还有更圣人的呢，初时不知曲中意，再闻已是关中人，从此你是两耳不闻窗外事，一心只走黄泉道，一路开到阎王殿，从此不在人世间。呜呼，哎哉，老公你没了。你啥意思呀？你这是要把我送走啊？送什么走啊？赶紧打你的麻将去啊，愿你三冬寒，愿你六月热。打完麻将你就玩玩，唢呐一响你就归心。哎呀，你别说了，你别说了，我怎么越听越害怕呀，我都不敢出门了。我还有呢，听着，太阳出东落西方，亡人一去不回乡，劳驾团铃和亲友，熬灯守夜来相帮，痛堂大事记心头，孝男孝女又发愁，一张桌子四角方，八个客人坐一桌，一五好菜二五好汤。哎呀，你别再说了，你别再说了，我有点怕怕呀。我还有最后一句呢，头枕衫脚蹬裤，后世儿孙代代富，上盖金下铺银，儿孙能抱聚宝盆，身左身右庄子花，后世儿孙能发家。我不就打个麻将吗？你把我的后事儿都想好了？赶紧去呀、啊、一会儿迟了可就没位置了。我不去了，你再去我就没了啊！你真的就跟那个吹唢呐的好上了？你们俩啊，真不去了？不去了，我要在家里面，我要盯着你。哼。喂，小川，以后打麻将我就不去了啊，你们别再喊我了啊。没有为什么，我就不想去了。行，那就这样啊，先挂了，先挂了。可我改不了吃屎。我要是能改掉呢？你要是能改掉，我就不跟那个吹唢呐的帅哥好了。一言为定。行，一言为定，赶紧做饭去。不是，你不说你吃过了吗？你刚才。我又饿了，不行。行行行，我去做啊，我去做。小样，还吓死你！让你一天来打麻将。行了，坐等吃饭。